好，我现在把 B2C 跟 B2W 哦两台摆在一起。那目前的话配置的话哈、哦、，B2W 它就只有黑色，好、哦，那 B2C 就是白色，原厂就是这两个颜色哈、哦。所以你看飞哪一台哪个颜色，就知道它有没有 WiFi 图传了。那刚才我们就是飞黑色的这一台，它除了有图传以外，其他一模一样哈、哦，连遥控。颜色外形一模一样，遥控 B2C 遥控也是黑色的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等一下，因为这一台没有航拍啦，没有即时影像，我等一下就把它当作定高的玩具机玩玩看，玩玩看。那黑色的就放旁边，换来飞白色的。那遥控先打开，之后装电池。好。对到了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哦，等飞机要做校正，我看一下，还没哈、哦，还没，等一下。OK， 好、哦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做校正，逆时针，转一个大概三四圈，哦，看一下灯号，哦，亮了，机头朝下，继续逆时针。然后飞机很亮哦，灯号很亮了，好，可以来飞了哈、哦。OK， 那我们这一台就把它当作一般的玩具机乱飞，来启动马达，好，来起飞。哦，先看一下它的稳定度，哎，还没有做到卫星哈、哦，现在没有做到卫星，所以只有定高而已。好、哦，卫星还没做到。哦，卫星抓到了，哦，抓到了。我们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定高，飞高一点。好、哦，定高定点有了哈、哦，不会随风飘了。哦，现在八颗卫星。好，那我就白色的盲拍板，我们就把它当作玩具机喽，乱飞，哦，乱飞。好、哦，看一下它的速度，逆风哈、哦，逆风。好，飞回来，好、哦，就把它当作一般的飞机啦。啊，有定高定点啦，啊，飞太远或失控或没电，哦，飞机就是会飞回来啦。啊，这个一台盲拍板大概5000哈、哦，5000多而已。哦，在哪里？上面。好、哦，逆风。好，我们顺风再让摄影师抓一次就好了。好、哦，顺风再让摄影师抓一次。好，回来。还要再一次哦。还再一次哦，拍不到。好，逆风，逆风再飞一次。好，再一次。失色了哈，背景有点失色了。好 ，OK， 回来。回来。上面风很大哦，上面风非常大。好，我们放开看有没有定高定点。好、哦，有哈、哦，有定在那边了。上面风是很大的哦。哦，好 ，OK 啦，这种飞机哈、哦，你以前比较好的玩具机哦，大概3980、4980啦。那你现在多个一两千块哦，直接带 GPS 定高定点，智慧返航。好、哦，没电失控，飞机都会飞回来，不用担心飞不见。好、哦，那这一台的话，它没有图传，所以所有的数据都在遥控上。好、哦，所有的数据都在遥控上。卫星15颗 ，H 高度13 ，D 的距离11。好、哦，那遥控器的电跟飞机的电都在上面。好、哦，返航拍照都在这边，返航拍照，解锁。哦，一键上升，一键降落。没了哈，没了。然后这个 A 跟 B 就是启动 GPS， 好，启动无头模式，好，整个控制界面就是只有遥控而已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返航，让它自动飞回来。好，按下去了。哦，等待它降落。
那它降落到一半，我就会把返航切掉了哈，我会把返航切掉。它会在空中停大概5到10秒哈，才会开始降落，好，开始降落了。OK， 那么我把它关掉，好，关掉手动降落哈，我们把它降落回来，来退几退后一点，我们把它降回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哦，白色的，白色的，我们看瞄一下，瞄一下，哦，瞄一下。哦，看一下它飞行的姿态。哦。哦，现在风很大哦。好，现在风很大，好，我把它降落了哈，把它降落了，好。好，遥控先关掉。好，那这台就是白色的啦，好，白色的，我们把黑色、白色再拿起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样，好、哦，黑色、白色，这台盲拍 B2C 有 WiFi 影像，哈、哦，即时影像 B2W 哈、哦，这台大概7-8千，这台5-6千，有 GPS， 好、哦，自动返航、没电返航、定高定点，好、哦，那手机可以看即时影像，那这一台全部的数据只能看遥控，好、哦，那我们之后在室内。我们好好的介绍哈、哦、教学，因为说明书都是英文的啦。好、哦，那今天这两只外拍 ，OK， 好。